的 A9 环球购物中心。刚刚弟弟已经比完爬行挑战了，现在答应哥哥带他来这边玩一下。哥哥呢？弟弟要进去吗？要300块哦。弟弟不会玩哎，进去爬一爬就要300块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放风。你在做什么？在这个。动物在干嘛？动物在用那个。把它埋起来是不是？不是。你要不要去玩溜滑梯？我陪你一起溜好吗？啊，好。妈妈陪你一起溜好不好？弟弟就只能这边看看了。好，可以来。现在录了。这边是用餐的地方。咕滴咕滴咕。
哥哥今天大丰收哦，有玩具，又跑去游乐场玩，现在还在看卡通。